先来看一下里面的和弦，第一个是一个 AM， 紧接着是一个 AM 杠 G。这个和弦在按的时候呢，手腕一定要充分的向外弯曲，就是给足手指的空间。由于这个和弦呢是不弹五弦的，所以呢我们小指刮到五弦是没有关系的。这个和弦关键点就是在手腕的位置。第三个和弦是一个 F 大七，拇指按在六弦的一品。后面呢会有一个 G 六和弦。下面看一下里面的节奏型。这首歌曲的节奏型呢，整体难度也是比较大的。我们先看第一小节的前两个和弦 AM 和 AM 杠 G。这里的弹奏方式呢是一个分解加上一个小扫弦。好，这里呢是一个根四，然后一个小的下上。这里的下上呢，侧重的琴弦就是分别是二弦、三弦，还有一弦跟二弦。当然呢，我们即使多拨一根弦也是没有关系的，这个不用太在意。好，拨片弹奏分解的时候呢，要找到一个支撑点，也就是小指靠在面板上面，以小指为一个轴心点，这样呢，我们拨弦就会拨得比较准一些。第二种方式呢，就是用右手的手腕根部做一个轴心点，靠在琴锥的位置，以它为一个轴心点去拨弦，这样呢，我们拨弦也会更准确一些。F 大七的节奏是一个根五下上上下上，注意看第二拍第三拍有一个弧线，也就是一个延音，大大大大大大大根五下上上下上，根五下上上下上。好，我们把前两个小节连到一起。看一下后两个小节，分别是 C G， 接上一个 G 六，下下上上下下上下下上下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下下上下上。好，弹奏之前呢，我们先把这个节奏读得特别熟练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下下上上下下上下下。好，这回呢，我们加上里面的和弦，下下上上下下上下下上下上。在转到G和弦之后呢，这里的扫弦侧重点都变成了一个二弦到五弦之间。当然呢，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，扫弦一弦是没有关系的，但主要的侧重点就让它响在二弦到五弦就可以。然后注意看里面有个低频，也就是在和弦转换之前会有一个三四五弦，这个低频我们一定弹得特别轻一些，下下上上下下上下下上下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下上。好，后面还是一个重复。F 大七有一点不同，就是变成了一个根五四上。和弦有一个小指的一弦三品音，好，又到了一个变奏的地方 ，F 大七 G C 和弦，我们来读一下这里的节奏，一二三四，下上下上空，下上下下上下上，下上下上空，下上下下上下上。下上下上空下上下下上下上。我们先来练一下前三个和弦，下上下上空下，下上下上空下，下上下上空下，上下下上下上。好，两个小节连到一起，下上下上空下，上下下上下上。
的空音呢，就是用右手的侧面把音消掉就可以，下上下上空，下下上下上空，下上下上下上空下。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间奏，这里呢还是用老方式，在弹奏之前我们就把节奏先读熟，下下上上下上上下上上下上，非常考验我们右手的一个节奏，下下上上下上上下上上下上。好，这里先按一个和弦来弹奏，下下上上下上上下上上下上。好，这回呢加上一个和弦的转换，下下上。下面呢，我们看一下歌曲的第二部分。先看一下里面的间奏， AF 和弦，下面是一个 D 杠 A， 这个和弦的指法呢并不是特别的常用，下面是一个 F 大七，这里呢没有按五弦，所以呢我们只按一二三指就可以。好，再来看一下 AM 和弦，这里呢是松开二弦，G弦，上下上，副歌，这里呢主体节奏分为两种，第一个是一个下下上下上下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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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二个是一个下下上上下上上下上上下上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第一种是 AM G 跟 F 大七，下下上下上下下。
调七六，下下上上下上上下上上下上，下下上下上下上上下上上下上。转为七和弦之后呢，里边的主体扫弦是一个二弦到五弦，下下上。看一下这部分 AM 和弦，然后 EM， 好，在第二盘的后半拍变成了一个 EM7。 我们看一下歌曲的尾奏，这里呢用了一个右手的最近效果，就是呢用右手的小鱼际这个侧面的位置靠在琴弦的根部，轻轻的扶在这里边，就会出现一个音色的效果，闷音的一个效果。如果太靠前的话，你看是没有一个实际的音高的，只有在下琴枕往前一点点的位置。这首山雀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